超级感谢 Yes Yes 和一零的抖内，没想到现在还有威仔派对的爱好者啊！不过我目前比较喜欢玩蛋仔啦，日后也来出蛋仔影片好了。OK， 正片开始。嗨，各位宝咖咖，我是乐咖。今天是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啦，我这几天都在家跟笔电老婆剪片，根本没假可放啊！我操，好，怨念发现完，该认真剪片了。你外送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先拉勒一下。拌牛泡饭。哦，好吃吗？非常敷衍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才不在乎你吃了什么嘞，我只是想要尽可能的拖住好人而已。为了拖延时间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，除了数学，数学不会就是不会。先在泳池传一颗炸弹，我有体检。那群人应该会一起往急救室移动，赶紧远离他们，免得被自己的炸弹炸死，那就好笑喽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去看看是谁被我炸死吧。哦，直接拍尸了。我刚刚解完通讯以后，我就跟他们说我有体检，四号在我旁边，我马上收到那个炸弹了，我把它刀了，四号是坏蛋，然后我现在身下面还有一秒钟的炸弹。队友啊，你干啥呢？为什么要乱狙呢？你都还没发言就直接往生啦，剩下我一只狼是要怎么玩啊？没意外的话，破坏王已经被你枪掉了。那十一号的话，应该就是被看到跳地洞啦。十一号应该就是工程师。八号金水无误，这一局的话也没有办法盘了。至少八号有枪掉一只狼，我觉得可以了。没什么可以聊，感觉工程师死了。很棒啊！我最后的地方在哪？阅览室。然后我走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去接机厅。然后一开始我跟好像是一号吧，在电力室。然后他在跟我聊说，我今天点的外送。什么？回答各位，半斤半牛泡饭。你怎么吃个饭也可以这么开心啊？是你的牛肉泡饭里面有焦黄金是不是啊？干妈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那三号啊，你说没有什么可以聊，你就赶快过麦啊！一直站着麦干啥？你一定要等到30秒结束之后才换下一个人。我有看到三在餐厅扫地，他应该是好的。应该吧。五号，你在吃什么？开屁事哦！哇，这五号的晚餐是加了炸药是不是啊？这么凶，我看我这炸弹王就让你当好了，你可能比我还适合啊。八号金水刚才说他身上还有炸弹，虽然说狙击手直接自爆了，但我也有成功把一个金水铁号给炸死，算是勉强还行啦。我干你，怎么是你吓到我？干嘛干嘛？等等，应该会有很多人过来泳池解通讯，到时候就再偷偷丢炸弹吧。不对，五号你活着，我是十，我以为三班吞了。刚刚趁乱丢了一颗炸弹，我也不知道传给了谁，但总之赶快逃就对了。被自己的炸弹弄死的话，真的是超准的啦。炸弹爆炸咯，有人死了，要炸死了没？这边我 CD 又好了，看我立马丢一颗，然后回头绕跑。哎呦，这后面是在玩小鸡跟母鸡吗？一个接着一个往右半边跑。我掐指一算，先按个后花园炸弹，等大家都到后花园之后，炸弹的 CD 就差不多好了。很会算吧？嘿嘿，算得刚刚好。这场我到底丢了几颗炸弹啊？狙击手队友死了，第三方带刀好像也没在刀人，只剩下我一个要把所有的人炸光光，根本不可能吧？希望等等不要有人拍桌。哇，怎么有炸弹？等一下，啊，我被自己炸死了。刚刚不知道是谁一直说被自己的炸弹炸死很蠢的，绝对不是我，我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。其实要避免被自己炸死的话，最好的做法就是一直待在地洞，好人就没办法把炸弹回传给你啦。刚刚按了通讯中断，应该有很多人往泳池的方向跑，就直接在地洞里传炸弹吧。但他们离我太远了啦，丢不到。算了，换客房这边吧，现在就等着看好戏咯。白痴。OK， 从12号的反应不难看出来，他就是最后被传到炸弹的那个。再传一个。哎呀，我好像传给队友了。
哦，刚刚我就看到十一号还有八号一起进去阅览室，然后呢一个倒光，然后他们两个倒下，我大厅演奏才不动。那我是在监控室看监控，后来到后花园，然后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人。你们是不是都在右半边，左半边都没什么人？应该我就是狂人吧，会不会是乐卡是魔术师啊？怎么会有突然踩我的问题啊？无缘无故说我是魔术师，我一整个懵逼啊！但他应该只是说说而已啦。那为了避免上一局的悲剧再度发生，我就先按个炸弹好了，然后再去跳后花园的地洞吧。我就不信有人能把地洞敲开，然后把炸弹丢进来，是开外挂是不是啊？哇，好像被三号发现我跳地洞了。但不管啦，先传一颗再说。嗯，把它接上面。现在就慢慢等好人们爆炸吧。四号怎么挂机在原地不动？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们。哦，解锁了一个成就啊！炸弹淘汰同阵营玩家，队友被我炸死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哇，连魔术师都来凑热闹了，完蛋，情况越来越糟了。魔术师在哪里？要赶紧找到他啊！举报解除了，好人成功枪到魔术师了吗？六号是魔术师，他把我吃掉了。然后十二号面刀，然后他直接把魔术师给刀掉。不知道十二号是怎么样，他是带刀还是狼人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带刀好啊，我就去找六号，然后我就是士兵，然后就把六号给砍了。十二号一定是好人啊，刚刚都进入魔术时间了，代表说场上低于三个人，代表三四五七都是被吞掉，他救你们出来。三号应该知道我的身份，三号你先不要讲。我完全不知道你身份。我就从监控室那边跑去大厅，然后那个六号就跟着我，我跑到大厅，我又被他吞掉了。我不知道乐卡的身份。原来刚刚三号没看到我跳地洞啊，害我白担心啊！而且魔术师差点就赢了，吓死我一身冷汗啊！四号是植物人，四号是植物人。这一局有破坏王，因为刚才我看到四号直接把尸体给吃掉，头四啊。哦，票四，票四。原本是想说可以站十二边，让大家把我当好人，但这边我刚刚应该说十二号就是狼的，直接把他扛推出去。但没关系，有推出一个四号就好。再来一样按后花园炸弹，好人们集合吧，过来让我炸吧。哦，有一个十二号过来了。哎，另外一个是被工程师解掉的吗？赶紧把炸弹丢给七号。听到爆炸声了，那就来换个地洞看看吧。好人任务快做完了。哎，七号居然还活着，那就再传一个炸弹给你。我就不信这次还能再逃过一劫。我的 CD 又快到了，准备继续放炸弹。哇，七号在那边哎，好险他没有追过来。终于被我炸死了吧？好人们还不来解炸弹吗？再不解的话，你们就要……哎，好人任务解太快了，是吗？乐卡哦，那九号怎么挂掉了？队友直接被我炸死啊！这两局丢了非常多的炸弹，大多数人无一幸免，包括男人自己。最后也感谢我们频道会员的支持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回去，然后留言让我知道吧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